慢球数。没给。在选秀会上一共选了有六位的选手，哎，走了。这个时候在二垒这边 ，Sorry, you are out。嗯，被抓到了啊、被抓到。起跑了。这棒打得不错，哎呦！找到手套了，来到两好三坏了。变化球来，对，一垒方向拦截陈世颂，再传给补位的投手啊，掉下来。哇，张金抓的 ball。还是两好三坏，左投左打对决。变化球进来，生涯的第一 K 送给了林奕泉，所以张景玉是有惊无险，结束了这个半局的工作，在生涯初登板是让对手留下了残垒。